太湖啊，不是金鸡湖，也不是独墅湖，这是苏州的中心，中国以后发展的中心，也是世界的中心。我那个天哪，真的有专家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根本就没完，大连你毛一台吧，啊，快低价，十大中心啊，分苏州中心啊，别改错啊。一个老专家说的。老专家是谁？离休老干部。他离休前干嘛的？离休前是算卦的吧？不是算卦的。他是一个党校校长。反正苏州没有差的地方，否则怎么叫天堂呢？对吧？太湖肯定超过金鸡湖，要超过独墅湖。哎呀，反正说来说去就是你这里最好。私情高啊。是啊，他真住在这里 啊。我估计是。我能说假的吗？那他的房子在哪一层啊？你不说他买的吗？他的房子在无锡。你看这老太太的眼神都不像买的，都不像出钱的人。大宅门演的多好啊。你这个眼神啊，反正也太高迷了。首位业主私情高啊，是第一个买你们房子的，肯定是还这么等一个人送给你们。对呀，那想也想得出来的嘛。话剧博物馆，哎呦，你为啥头一场电视剧是这个呀？提醒父亲上我也演了，是吧？两集噻。哎，你为啥不让我这做坏头呀？哎呦，想得啦，哎呦呦呦呦呦，把人家三天上树女的来打，一看是一样。菊花帮电风扇呢？听稿子，你这个才说了一个，一种电风扇用来用去无妨，那个产业关门的，那种人是个笨鸟，何干何干？不行，我旁边那个人都三万万，现在那个蓝东，谁懂？蓝东。我刚来听，现在我各自会用一个糖丝板子嘞，来了已经不舍得剁它，我上次买手板去生纸。你还记得新辰光谁病体吗？还有金飞武啊，北永区、周永区，看看。有句话讲，像是我这一本么子去跑的是吧？黄田江玉米井、台湾花生大年街，谁看个点子的？那个市场里向么子，才是改革开放之时，全中国人民过个幸福日节。吃完饭出去逛逛，人家在还走了边浪向个人读三万。搿防癌性可是哪个？言不由衷，真叫有衷有衷。女女帮女女们跟你很少意思，没意思过。有个有意思的，跟意思罗得来呢。我哪不晓得呢？还了那么，跟有点吃个上口的。我的菜是来苏州，基本上看不上去的。不晓得挨到位又高了呢。哎，我们来看看啊，海吉是交通的，挨到650个，52.5角。你晓得我现在市场里向750海参的，59块就有两瓶。那个时间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Thank you.